那个管主委，国发会主要业务在有一个法规影响评估，对不对？这个重点是我们现在才刚开始在推动的工作，现在才开始要推动的工作。那我现在先请问你一下，在自由经济示范区的一个特别条例里面，你们照你这么讲，你们应该还没有做所谓的法规影响评估嘛？已经在做了，对不对？跟委员报告已经在做了。那为什么不等你们的法规影响评估做出来以后，坐下来还要讨论这个特别条例的影响跟现行的法律之间的相冲突？还没有做，你说你现在在做，我们现在就要做所谓的讨论。那如果说你们做出来的环境影响评估，你们的法规影响评估做出来以后影响非常的大，那怎么办？你们到现在还没做嘛？我已经做了。这个法规影响什么已经做？你刚才说刚在做，你要已经做，那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？它是各部会都要做的。啊，各部会都要做。那好，那这个所谓的资金区的条例，好，资金区是由你来主导完成嘛，对不对？是。那你有没有要求各相关部会什么时候这个法规影响什么时候？我立刻你跟本席讲一下，好，什么时候可以跟各部会来收集齐全，然后变成国发会的整个的所谓的法规影响评估？一个星期。我们一个星期之内把那个一个星期之内，立刻委啊，所以送到本委员会，还有包含着这我们联席会的各个委员，甚至我是觉得应该113位委员都应该送达，因为这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好所的，我们每位委员都送一个礼拜啊、哦。好，你把个嘴我别讲过，我别应你呢，不会了，别你的想法我别应呢。